今日我就教大家怎样按胸部的穴位和最普遍的养生方法。首先要搽了丰胸精油，按至吸收，然后我们要打通胸部12个主穴位，按骨与骨之间的肋位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重复3至5次，最后按得啱附近的淋巴位，那就为之完成了。